小碎步。我完全没想到，你也太逗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我在试图复刻一件衣服。家里没有大纸，也没有尺子，所以我现在的工具就是这把软尺、一些废纸，还有这个是毕业证书的袋子，比较硬，就用它来当板尺。现在裁剪完，就是这个衣服初具雏形了，就是这么几片。然后领子上面可能之后还会再做一个立领吧，叫做那个，我现在还没有裁，之后量一下尺寸，然后先连这个。现在就是这件衣服的雏形，我还没有做边，然后还没有把这个带子系上，领子也没有做，但大概就是这样子。我试了一下，我觉得应该当当穿会大，我是用它之前的一个 T 恤量的尺寸，因为模特本人不在这儿嘛，所以可能不太准，所以我可能需要把这个改小一点，这个位置收一下，然后袖子也重新做一下吧。现在就是重新做了一下，把这个衣服改小了一点，看着就比较舒服了。看一下这个是现在上身的效果。袖子这个位置呢，我准备再给它做一个滚边，也滚成红色的。这样的话，如果袖子一旦长的话，当当可以翻过来，还比较漂亮。Hello， 又是新的一天，然后今天我要做的是裙子的部分。给大家先看一眼上装的完装样子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袖口也已经做了边了，还不错吧？熨了之后，现在我要做那个百蝶裙嘛，所以左边是光面，右面留一个光面，中间做这个褶。这个褶正常的话应该是2公分左右，但我现在做的是 5.5， 这样的话呢，褶可以大一点，就不太容易显胖。现在裙子也做好了，两下搭配起来就是这样的。上面呢是按照腰围大概90这样子，然后它下面这个位置呢其实是有3米长的一个幅宽，这样它转起来或者蹲下就会很漂亮，它是会这样子飞开的。然后两边各有一个光面，一面是在这边，一面是在反面，可以把光面寄到前面，到时候看当当的这个个人喜好。朋友们，给大家看一下这套衣服的最后一片，这么长，这个着实费了我一点功夫，因为它这个布是那种雪纺布的，特别特别的滑，然后一直会跑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就是用这种牛皮纸下面钉了一层，上面又用这种钉子钉了一层，然后这边我把它缝上了，这样它就比较容易固定。然后明天等我的那个刀到了之后，我就可以这样子像披萨刀一样这样把它划开。但它真的很长很长，这个就是主体。我现在把它对折了，这一片呢是身体的一半，然后还有另一片，希望可以成功吧。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的寿星当当就要来了，他现在的飞机已经马上要降落了，然后我现在要去接他了，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。然后呢，他的生日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现在就是整个人非常的亢奋。我这个里面还有一包给他带的零食，我怕他在飞机上会饿。哦，对，我还给他买了花，我要去拿一下。这今天早上我自己现包的花。好了，现在我要去接当当了，期待当当看到他生日礼物的表情。Welcome to Seattle。哇，这什么东西？你也太逗了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Welcome to Seattle. Happy birthday to you.迎接的仪式搞得非常的隆重，当当当当，看哦，对，下过去，超漂亮。Hey, welcome home. Welcome home. 当当当当当当。OK，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去看生日礼物了。完全
全没想到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开始重新看《新白娘子传奇》吗？为了找灵感。我的天！然后这个是个纸巾的大厂。我一直想要这个来着。I know. Oh my god！你那天不还说说好万圣节做 costume 的？对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哇，我就是想走过来吗？我就撞见走。对，你就可以拿着你那把伞。我就完全就可以，就是 like 现在应该有个威亚吊着我，然后我就这样。你站这边，然后转个圈儿呢？那个，要不要把那个转过来吗？可以。天哪，太珍贵了吧！我现在会做了，以后做没有那么难了。咱们哎，有没有那种什么那个中国文化节啊？下次我们买那种绸的布料，不是这种雪纺的、稍微好做一点。但这种就是那种贵族公子飘逸的是吗？边上没给你封死、那个红色的那个。哦，对对对 对, 对。因为我觉得这样才有飘逸的感觉。哦天哪！我穿越了，快穿越这门了呢。喜欢吗？谢谢谢谢。来吃饭吧，行李了，太好了，生日快乐。嗯，我觉得超级珍贵的，你我怎么会不喜欢呢？行，怎么会不喜欢呢？你为什么之前还要质疑自己呢？好了，我觉得你不需要给我买雪板了，也不需要给我买别的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家里面附近的一个公园，后面其实就是海，看不出来吗？还在这玩你的泡泡机吗？估计小朋友都疯了，应该你要站这玩。我估计他们一会儿就得把你当街头艺人，然后全部都围过来。我不要，那我要远离小朋友，我要独占我的泡泡机。好，小碎步都倒进去呗，你就可劲儿玩。我可怜了，我之前都只能一个人在家在浴室里面玩。哦、对，泡泡枪 testing take one。对，站着就可以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呜呜呜！记录你工作的每一时刻，把你那个汉服也给洗了。为什么要洗？因为我觉得那样洗完了干净，省得穿了过敏。缩水的那个，绝对是你自己单独做的一个，你搞笑呢？那上衣呢？我没搞笑，你觉得我在逗你玩吗？昨天是那样的，你是不是你烘的吗？你烘的，还有上衣呢？我记得我连上衣一块洗的呀，没有吗？哦。还在吧，对吧？你有一瞬间的害怕吗？我没有一瞬间的害怕，但我觉得 so cute， 因为我就是在被你捉弄这么多次之后，我不能再犯傻了。